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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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居，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课本36页，讲到第二，这里一与物是义之过失啊。那前面在讲一啊，就是若一有何过啊？那现在就是若义有何过啊？就前面35页那边啊，他是讲一跟义的过失。那这里我们要先说明一下啊，这是他这一段啊，基本上是百论里面的，但是因为啊，不晓得是不是龙树本身啊，就简略，还是啊鸠摩罗什简略？因为鸠摩罗什翻译的时候有略译，所以他没有把这个打那个主要的东西翻出来。那因为他们是熟悉的，我们是不熟悉的。所以我们就会看起来不是很看得懂。那这里有很多略义啊，那举个例来讲，比如说他是想啊，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讲这些。比如说他是如果百论里面来讲啊，他是有一平义啊，那自论啊，自论本身不是。鸠摩罗什本身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论本身，他把很多东西省略掉了，就是这一段文里面啊，那么比如说这样几句，那么他可能只取这一句，那么这一句里面他又简略掉几个字啊，比如说他就写他这个有就没有翻出来了，他就写一平义啊，但是这样就跟原来的意思就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看不懂。啊，比如说百论里面，这个它是分外跟内嘛，啊，就是佛法跟外道。好，那么它是说有一平义，啊，那么有一平义它是这样啊，那有是实有，我们说过，哦，我们上次说过，它这里基本上是在讲圣论的，啊，这个六句义九十法，啊，那十德业。那一义和啊，这六句义，那九十法啊，九种实在存在的啊，那这个地水火风空十方我义啊，就这个根本我们要先记起来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啊，这个上次有跟大家稍微说过，那他这里这个有是实有。那这个实有的东西，这个是德，这个是德，德就是它的属性，它的性质。实，因为我们讲六句义嘛，实德能，同义合啊，一同义合。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实有的属性。那这个是术法是使它的属性。那么实有它都有这个属性，实有的一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实在的、常的，一种是无常的，啊，比如来讲，比如像平，平有一平，那一是属于平的属性，但是一也是属于有的属性。那平是有，我们讲如果是有是极为的话，啊，举个例了啊，它是地成合合的，地的极为合合的。好，那么极为这个有是实有的。那么极为它一定有一个单独，这个不会变的。这个一个极为这个数，它是真实有的，它是常的。极为的独一性是足常的，啊，这个是常的。那这个极为合合成的平，极为合合成的平，它这个是无常的，它是一合物、一合相的、一合物的、一合相的，就是由这个一的极为合合成的一个平，它也是一。但是这个一是无常的，你们听得懂吗？
就是我再讲一次啊，就是说我们先来讲这个，因为大智若的龙树这样，鸠摩罗什这样翻哦，会让我们啊不太清楚他讲些什么啊。但是我们把它里面的主旨、主要的意义说了啊。那详细说实在是也没办法，要变成要讲百论了。好，那我先讲，就是说鸠摩罗什的翻译，鸠摩罗什的翻译，它简略掉了，它简略掉，所以我们单单看一与平一，一与平一这样的概念不容易呈现出来它原来的意思。因为他这里其实就是破自信有，破一跟十的自信有，自论这里在破一十的自信有。因为现在讲一十，一十佛在什么什么啊？如是我闻之后，就一十佛在舍卫国啊。但是一跟十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我们来讲，一十就有这么一个时候，那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问题在于外道。有一些外道啊，一跟十是实有的，啊，那所以他就顺带，照理讲这个不应该解释这么久了，但是他大智论的主旨就是在破法空法有这个概念，那法有除了在部派有之外，外道是有的，所以他就借这个一时来说明，其实外道里面讲的一跟十实有的这个概念其实是错误的，啊，他是借由这样来讲，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也没有读过六派哲学，也没有读过数论、圣论，甚至连很多部派的概念都不知道，所以他突然跟你讲一以平一，一以平一，我们会搞不清楚，就打对起来攻杀起来攻击，不，就到底在讲什么？那讲这个是有什么用？啊，那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它在破那个自信有。啊，一跟十的自信有，那这个是外道里面的，那百论里面的很明显都是我们讲圣论的六句义里面的，六句义九十法，那九十法里面地水火风空啊，那地水火风空是形成这个物质的这个层面的，十方我意，我跟意是非物质的，十跟方也不是非物质的，那这个十方。那一是属于有里面的性质，十德我们在讲六句义嘛，啊，我们这里都要把六句义跟九十法啊，要先有一个概念，六句义十德，十就是实有的，十德能，啊，不是能啊，十德业，十德能是三宝的，啊，十德业，啊，同义合。那用这样来说明一切现象，一切世间的所有的现象，啊，这个上次我们说到，好，那他这里是说有一平一，刚才前面也一样，有一平一，但是有这个把它省略掉了，鸠摩罗什没有翻啊，那没有翻其实跟有翻就差很多，啊，所以你必须找回原文，你才知道哦，他原来在讲什么，啊，那有一平一。啊，他鸠摩罗什把这个省略掉，叫一平一，一平一，但是一平一，一平一跟有一平一，有一平一其实就不太一样。好，那有就是实有，它就是这个实有的东西，实一是这个实有的性质，啊，那么这个平是这个合合而有的，这个平是实德业同。合合同意合合而有的才有这个品，就是说有一品实有是实有的，德是属于这个一是属于这个实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极为里面一个品，一个花瓶，它都用花瓶跟一来说了，一个花瓶，一个花瓶，等一下讲到实的时候，时间的实也是用花瓶来说。好，那这个花瓶它是有很多泥土那做成的，烧成这个花瓶，那这个花瓶从这个和合来讲，从这个实德业同一合来讲，它就是一个花瓶。那这个是附属于这个花瓶的，这个一是附属于这个花瓶的，但是这个一是无常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由它这个一有两个，一个是常的，常的就是它一直这样不会改变。那这个常就是由这个瓶是由极为，那个泥土
泥土一粒一粒的泥土，我们再把泥土分成一粒一粒的集尾，那一粒一粒的集尾形成一粒一粒的沙，一粒一粒的沙再烧成一只花瓶。所以一粒沙它也是这个一粒它也是无常的，但是集尾粒子这个元素合合而成的一粒沙，一粒沙再合合而成一个花瓶。好，那这里就有三个一啊，那三个一里面两个一粒沙跟一只花瓶，这个是无常的，但是一个集尾这个是常的。为什么？一粒沙可以分啊，可以分啊，可以合理可以分啊，分开就没有那个一啦，就变成多啦啊，所以后面又会讲到一即多啊，这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因为不然你忽然看见一跟多又不晓得在讲什么啊。那好，那这里的一是瓶，这个一瓶有一瓶啊，等一下会讲啊，名有瓶，他有时候写名有瓶，那名一瓶啊啊，这两段都有强调啊。好，那么他就这个一，他这个一就是无常的，因为瓶子打破啊，那个一个瓶子没有了，那个一没有了，瓶子没有，因为一是属于一是属于这个瓶的，但是一也属于有，但是这两个一是不一样的哦。这两个一是瓶，也有一个花瓶，有一个花瓶，但是一个花瓶里面有一百万个沙，那一粒沙里面有一百万个，有一百万个集尾。我们假设来讲，啊，所以从花瓶本身来讲，它是一，但是从它的过去，它这个沙来讲，它就不是一，所以这个一可以被破坏。所以这个在这个一里面有常跟无常哦，但是属于实有的，属于实有的它是常的。但是瓶里面的一是无常的数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好，那所以实有是实，一是德，那么是属于这个有的，它是附属于有的，它不就是有，但是它是属于有的啊，就是它是属于有属于瓶的，但是它并不就它是实有的哦，从这个圣论里面来讲它是实有的。好，所以他讲一跟义都不对啊，他是在讲这个道理，他在破那个实有自信。好，那这个我们先知道，知道了之后啊，实得业同义合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好，那么是义有过有合过，这个是百论里面的啊。那到了智论啊，它就简单了，一中有一中过如是，那么义中有合过，一中已经前面讲过了啊，我们前面讲过，那非一啊，非一啊，义。现在义中有何过，就只是指这里而已。好，那现在来看，这个是回答了。好，自论这么说，若义与平义，平则为非，平则非义；若平与义，义则非平。啊，好，义就不同嘛。啊，那么基本上是同义合。同义合，同跟义，我们说六句义里面，六句义里面，句义就是六个范畴，一切法都可以从六个范畴来说，啊，那么实、德、业、同、义、合，好，同就是一，一就是义，这个是指。这个是指共同的普遍性啊，一切法共同的普遍性，有共同性、普遍性啊，共同的、普遍的啊。那么义是特别的，义就是特别的、差异的啊，就是不同的啦，彼此之间有不同，比如说花瓶跟花瓶之间。有共同的，有不同的，人跟人之间，人跟猫不同，但是人跟人同，但是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又不同，啊，他从这个地方，那么他怎么来确定有这个实有的？就是从这些现象，从德、业、同、义、合来确定有实有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要否定他们这个实有，就是否定掉这些也不是实有的，这些都不是实有的，这些组合起来的怎么可能实有？啊，他在讲这个东西。好，所以如果一就是一是属于实有的嘛，实有的，以平义平则非一，若平以一义平，
折为贫，好，但是这个其实在外道里面，就是说他把有省略掉了，啊，他其实是这样，有一贫虽易，这是外道说的啦，圣论说的啦，啊，有一贫虽然不一样，但贫与有何故啊？你看贫，贫是什么？贫是实有的。好，我们看哦，啊，我们这样写好，实得业同一合，实得业同一合。好，贫是实的啊，但是其实贫应该是在这里啊，因为它合合而有贫啊，但是贫是有实有而有的啊，就是极为的实有而成的合合。贫与这个德是属于啊，这个一啊，那贫其实贫是实有的，但是它实有，它这个实有是由这个实有的极为啊，才是真正的实有。那这个贫不是实有，它是无常的，它会被破坏的。但是它是由合合而实有合而有的啊。如果有一贫虽易，但贫与有何故？贫名有贫，贫名有贫，贫与有，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是有实有，就是贫与有何故？贫与有何啊？就是这个有合合成贫。极为有就是极为，啊，我们叫做元素，物质的最初的元素合合而有贫，它的意思是这样，啊，就贫与有何故？贫名有，贫这个有，贫这个实有，并不是真的实有，但是它是因为由这个有合合故，所以我们说有贫，啊，所以有一个花瓶有贫。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么贫与一何故？贫名一。好，那这个贫它本身是由这个实有合合而有的，那它就成为一贫啊，因为一是属于它的实性，一是属于那贫由实有的，那么所以它名一贫。贫与一何合故？名一贫。有一个花瓶，我们就讲说有一贫，啊，其实是这样，就变成这样了。有一个，等一下后面会讲一跟多，好。那有一个花瓶，有花瓶啊，有瓶啊，民众有花瓶啊，有一瓶，有花瓶，有花瓶，有一个花瓶啊，变成这样。好，那我们说这个一本身是这个德是性质，是它的属性。那每一个极为都是独一的，每一个极为就是实有。这个瓶本身并不能讲是实有啊。那么真正实有的就是我们讲九个实有。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真正的实有是九实有，九个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十方我意。好，那这个数等一下会讲到十时间啊，后面就讲一时的十。好，那么这个一普遍在很多地方，包括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地，啊，这地水火风空基本上都有，但是主要是地元素，啊，那么地元素是实有的，实有的，啊，好，那我们就把它讲地，地元素是实有的，那么就是说，那它是有微尘，啊，极微了，啊，极微的地元素，啊，这个都是实有的哦，那么合合，啊，所以贫与有合，有合合故有贫了，啊，就是这些极微合合。合合，那成为一个平，那基为本身是独一的，一是属于，这自性就是独一的，自主的自性就是独一的，它本来就存在的，所以一是本来就附属于这个有的，那么有合合成的，那么它也是一，这个一是一合相的一，所以它叫做一合相，一合相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不能被破坏的，那一破坏它就不成相了，比如说花瓶。这一只花瓶，你把它打破了，那一只就不叫花瓶了，那个一就被破坏掉了，那个瓶也被破坏掉。瓶破坏掉的时候，一就被破坏掉。但是这里的有，它只能破坏掉一所合合的，但不能破坏掉这个实有。
死所合合的品可以破坏，但死是不能破坏的。那么属于死的这个德也不能被破坏，也不能被，这个都是不能被破坏，但是它就是有这种现象。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说，这个平于有何故名有平，平于一何故名一，或是一平。好，这个是外道说的，但这里没有说啊，但这里资论里面就讲，资论里面讲若平于一合啊，所以他就剪掉了，把这个有省略掉了。但是有是一个关键，实有没有这个实有，他重点在讲这个实有。这些我们说过，圣论是由现象观察现象而得知实有的存在，实有本身是不可见的。但是为什么知道它存在？透过现象观察啊，那这些现象是存在的。透过已经存在的现象去观察那个不可见的实有，其实是这样。那现在是在破斥这个实有，一跟十都不是实有的。好，那所以这里就讲到啊，这个外道这样说，那、啊、这样说这个资论里没有讲，他没有把这个弄出来，所以我们看没有看到。所以我说鸠摩罗什省略掉了。那省略掉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对照去看的话，其实。真的这样看下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老实讲，啊，那好，那所以这里就说，这个外道是这么说的：有一平虽异啊，因为他破掉这个异嘛。他说虽然不一样，但是平于有何故？平名有，啊，就有平啊。那么平于一何故？平名一，就有一平。所以这个叫做一合相。那么自论是这么说：若平于一合，啊，那其实平一合。啊，那么其实是这个有它没有翻，平民一者啊，平民一者啊，平于一合就这里的啊，他直接这样讲，所以他我说他省略掉很多嘛。那平于一合，平民一者，今一与平合，那么合不明一为平啊。但是他其实他是这个是性质，这个是合合而有的啊。那所以他就他的我们说他的语病啊，就这样。那么你平于一合叫做一平，叫做一平，啊，就是名一。那么兼一与平合，那合不名一为平？那一跟平就不一样了，就一跟平就不一样了。那所以是故不得言平异与一，平跟一不一样，啊，因为他讲嘛，平与有一平是异的，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你现在这样讲，那你也说不过去啊。好。那这个是就他的话来反驳他了。好，那现在再来看这个。这看起来有一点乱了哈。讲一跟一而已哈。好。那这里讲平百论是这么说啊，平与有一异，平非有非一。有与一平异，有非平非一，一与有平异，一非平非有。好，那么这个是在反驳这个异的啊，就是它是不同的。但是你如果说这样，你怎么可能说它有实在性呢？啊，那这里讲平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弄出来，就是平有一。那这个我们用 A、B、C 来说啊，就比较简单，不然就会乱掉啊。那你说 A 跟 B、C 都不一样，那么你但是你说有一品，那你又说一样啊，那它是合合而有的啊。那你说平与有，如果平跟有一不一样，那么 A 就不等于 B 跟 C。那一样有一，那么现在有不等于啊一跟平啊，那有是 B 啊，有不等于 B C 跟 A 跟 C， 那另外 C 一又不等于啊 A 跟 B 啊，平跟有那所以他这里就在说，那么这个是百论里面说的，那这个自论里面就变成这样啊。我们来看，他是讲的详细是这样啊。
那智睿里面就说啊，这个不得言平易跟一好，那所以就 A 与 B、C 不同，所以 A 就非 B 非 C 啊，那一样反过来 B 跟 C 也是这样，非 A 跟非 C， 非 A 非跟非 B 啊，它大概就这样。好，那现在再往底下看啊，这个是稍微我们就解决了。现在往底下看啊，那么问虽一数和啊，数是出啊，虽一数和。平为一，然一不作平，啊，他这个是外道说的啊。他说一不作平，平不作一，一不是平，一是属于平，啊，他在讲这个道理，啊，他说一不作平，平不作一。那么就是虽然一跟数法合合故，那么有这个平，所以平叫做一平。但是一不作平啊，那一是属于平的嘛，实德业，它是属于这个持有的德性质，它并不是就是实有。但是数一数它有常有无常，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啊。那么他说龙树就这么回答啊，诸数出一，一与平一，是故平不作一，一无故多一无好。那这里又讲到一跟多的问题。好，那这里是讲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平有一有多。他是这样，他是说奴言啊，我们看这个百论里面的啦啊，百论里面一无故多一无，奴言平，奴言平于有何故有平，平于一何故名一平啊，这个是这个佛教说的啊，内跟外啊，佛教说的。那么他说一奴言就是破斥他啊，奴言这个平于有何故有平，平于一何故一平，那么若尔，那么平一平，又平一平，若尔世界言一平，而奴以为多平。如果是这样，那么世间人啊，世间人说一平，而奴以为多平。一为多故，则无一品。一品与无，多亦无。好，一品无故，多亦无。先一后多故，好，这是他的原文。好，那我们来解释这个，那么才能够知道他后面啊，自论后面这里在说什么。
他说先医后多顾啊，那诸术出医，医以平易，以是故平不作医，医无故多医无，何以故？先医后多啊。但是他的文言文就是这样，那他简略掉，你看他简略掉了，简略掉我们就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好，那他是这样的啊，他说平，他这个就是平以有故，一样平有医啊，你看就这三个，他就从这三个来讲，实啊，这个是实，这个是合而有的，实合而有的，这个是有的这个性质德。好，那他整个合起来就有一个花瓶啊。那平与有何故，名有平。好，这第一个啊，平与有何故啊，名有平啊，就是第一个，平与有何故，名有平，这个是有平啊，这里跟这个合合成有平啊。那么又平与一何故，名一平。好，那平又跟一合合，那么这个又一平啊，这一平，这个是有平。好，那本身平就是平，那平本身就是合合的成的平啊，那平又一个平。那现在如果是这样，那么世间人讲一个花瓶啊，一个花瓶啊，假设这样来看啊，那你说平与一，这一个花瓶，平与一合合故名一平，平与有合合故又名有平，那平本身就是平。好，那这样有几个平啊，就有三个平啊，那就是世间人一平，本来是一个花瓶，那给你讲到变成三个花瓶了，因为本身平就是平，但是平跟一合合名一平，平跟有合合名有平，那变平，他的意思就是啊，他的意思就是，那这样你就变成讲三平，因为什么？因为一也是实有的，有也是实有的，那么平也是实有合合而有的，那如果是实有的，它就是独立存在的啊。那么一跟平合合就变成一个平。那么有平跟有合合又变成一个平，那平本身又是平。好，那所以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说一平，那你就变成多平了。为什么啊？那就是这样啊，有三个平啊，就变成多平啊。一为多故，则无一平。如果是一平，那你说一平，那现在又多平，那就没有一平啊，你就不能讲一平啊，因为有很多平，有三个平啊。啊，那么如果一平，如果不能讲一平，啊，那么多就没有，因为先有一，然后一合合才有多啊，先有一，一合合才有多。那么你所合合的，你这个一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啊。那其实，所以后来他才讲这样，诸术出一，啊，术最初都是从一开始，因为圣论的就是从一到无限大，啊，那么这个一是。我们说一数，这个是数法，这个数法它有常有无常，啊，它是这样的。那么属于有的是常的，元素的九十法里面那是常的，那一是常的，啊，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啊，这个是常的。那么有实有合合的，这个是无常的，合合有的啊，所以这个叫做一合相，它是不可以分的，像花瓶你不能把它分啊，啊，它就是一个花瓶啊，啊，那这个是无常的啊，这个是合合有的，这个是无常的，合常的，这个是有的，这个是独一的，这个是常的，这个是不会被破坏的，这个是可以被破坏的，啊，这个不能被破坏，啊，这个是可以被破坏的，它有这样的分了 啊分法。好，那这里就讲到这个。一以平易，是故平不作一，一无故多一无啊，其实就是 这一段了。好，那这个日本人啊，有一个叫做公园的，我们把这个顺便讲给大家知道一下。他在讲到这个圣论啊的六句意啊，有一个比喻啊，那么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举了一个比喻啊，我们还是把它写出来好了啊。六句意啊，实德
拾得业同一合。好，那么九十法，六聚义九十法啊，大概记得这个，然后记得它彼此关系啊，那我们大概就对圣论有一个比较概要的了解了啊，就上过这两堂课，大概就算不是很懂，大概也懂了大概40%-50%以上的了啊，差不多这样了啊。那么九十法啊，这个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好啊。那么色身香味触，这个身不是十法哦啊。那就他来讲，如果说我们就佛教里面讲，色身香味触是物质的，但是就圣论里面讲，那个声音不是实法，啊，声音只是属于空的性质，是属于空的德，声音是空的德，这个不太一样哦，啊，就是空是实法，空是实法，啊，就像一是属于地的，水火风都有，地水火风空十方法一都有，但是这个声是属于空的德，就是性质啊，性质。我们有声音啊，知道啊，那么有这个空啊，类似像这样啊。好，那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六聚义九十法，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比如说啊，他用白牛跑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啊，就圣论说的啊，比如说这个牛是十法一合相的啊，牛是十啊，它其实它这个十是。由这个合合而有的，由这个合合而有的，啊，就这个实。好，那么白，这个白是德，就是它的性质，它不能抽离掉。这白牛就是白，它就是白牛嘛，啊，那么花瓶就是插花的，它就是那个，所以叫做花瓶嘛，类似像这样。那水瓶装水啊，那类似像这样。好，那么比如说黑人，这个黑是属于这个人的。你把黑抽掉，他就不叫黑人了，叫白人了。那白人白就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不能抽掉的，他是实有的啊。那这个是他的性质，他的属性，他是属于他的，而且他是实有的哦。啊，这种实有的概念，像时间是实有的这种概念啊，那么也是啊。等一下后面会讲到时间。那么这个牛是实有和有，像花瓶一样啊一样啊。那他是这么举例，那我们可以看啊，那跑。啊，就是业，就是它的移动，啊，白牛在跑啊，那么花瓶摔破了啊，那一样合理啊，那么这个是它的业，拾得业铜啊，那么牛里面啊，铜是，那么有很多种牛，黑牛、白牛、黄牛啊，那么长两只脚的，后面有尾巴的啊，它有牛的铜类啊，牛类的啊。那么这个义啊，同义，义就是啊，就是这个牛这一类的，两只脚后面有尾巴的这种都叫是牛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牛这一科的或这一类的都黑牛、白牛、水牛、黄牛啊，那个蛮牛什么牛不管啊，反正都是属于牛的，这是同的，它有同样的性质，它有同样的性质，义就是跟羊跟马。啊，这些不同的啊，有差别的。那么牛跟牛之间也有一些差别，也有一些就是同类里面也有差别啊。好，那这个是相对于羊跟马啊，它是不一样的。那相对于同类的啊，牛这一类的，它是叫做同义。那么和就是和合啦啊，可以写这个和啊一样，同义和都可以了啊。那么和就是什么？这一些全部合合起来啊，就是和啦，就好像花瓶啊，这个一些合合起来叫一个花瓶，就是这个白不能和牛分离，不能和牛分离，所以分离了就不能叫白牛了 啊。那么跑也不能和牛分离，那么。跑跟牛分离了，它就不能叫做跑了，因为动一个物质，它会移动，或是它会成长啊、膨胀啊、收缩啦 啊这一些变化，
啊，像我们会走啊，我们会伸手啊，一样啊，这些都是业，业，所以业是造作嘛，哈、啊，它有一些是移动造作啊。那么跑也不能跟牛分离，啊，它这个都是属于啊，属于牛的，都是属于牛的，不可分离的，啊，属于牛的性质不能分离的，啊，所以就变成十得业，十得业同一合。啊，那么合起来就变成这样，板有跑啊一样，啊，那这个有助于我们讲到那个花瓶啊，那后面还会讲，后面还有类似像这样的，比如说像时间的，那又另外的，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大概这样啊，这个是这个用板有跑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来说明啊这个申论的所谓的六句义。那也蛮清楚的了啊，那所以好，那我们先来看啊，那大概这里就讲到这样。现在来看啊，第三个啊，所以他说啊，所以后面有的先一后多啊，其实他是在破。啊，前面讲的啊，那平于一合，平于一合，平于有合，平又是平啊，那不就是多平啊？啊，那但是多平不是他们说的，多平是我们就他们就是佛教就他的理论的漏洞啊来说的啊，他也不主张有多平啊，他就是主张一平，所以那个百论里面说多平不是我说的，多平是你说的，他说那你这样讲就是多平啦 啊。所以这样是错误的啊，因为有义嘛，所以他在讲义中有合过。如果你说不一样，因为他那个都是实有，都是实有，问题在这里，你都是实有，你不一样还是实有啊，啊，就是说你这个橘子跟这个苹果不一样，苹果不是橘子，但是都是水果，但是你算就是有两个啊，对不对？你不能两个合在一个，因为它是实有的啊。苹果，你说这个是苹果跟橘子合的一种水果，哦，那它就是一个而已，啊，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香蕉芒果啊，就是属于跟香蕉接种的芒果啊，或是苹果接种的芒果啊，不管啊，我们就是说它两个水果合成一种水果，那就是一个水果而已。那现在你都是实有的，你苹果跟橘子都是实有的。所以你说平于一合，平于有合，那基本上它就是都是实有的啊。平于一合，那本身平就是实有的，一又是实有的，平于一合又是实有的，平于有合又是实有的，那不就是多平了吗？那你这样理论上说不过去啊，啊，虽然你也不怎么主张啦、啊，啊，他说这外道就说那是你说的，我又没有这样说啊，我没有说平有多平，就是一个平而已啊，啊。多平是你讲的啊，啊，但他现在说，那你这样讲就是有多平啊？我们刚才写那些啊，但是你如果单单看自论这样写，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啊，所以你要回到他的原文里面去看，他省略掉很多东西了啊，所以你就看啊，平不咒一，一无故啊，何以故？先一后多故，那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尤其这个先一后多，他又更简略了，把一大段都简略掉了，好。那如是义中一一不可得啊。好，我们说以是故二门中求一法不可得啊，就是不管是一跟义，其实就是同跟义啊，其实是同义啊。那么求一法不可得啊，求这个一的数法，这个现在这个一是数，它有一些一像那个一跟义，这个一是同，这个一是同。他这里把那个同啊也写，也就是说一，那这里的这个德里面啊，这个术法也是一啊，那是不一样，一跟义是同跟义啊，就是它的同类性，就是它的普遍性，它的共同性，那跟它的差异性，它的特殊性啊，这不一样啊，那所以啊要稍微分一下。所以他这里说求一法，这个一法是指术法，
啊，术法的医，一二三四的医啊，那不是一样的医啊，但是一样的医是同啊，不可得故，云何因迟入色啊？那因迟入色啊，就是运处界，就是说运处界所不色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翻到啊，这个前面有所谓的运处界所不色。好，我们看到34页啊，34页。佛法中数十，这个数就是一，数十等法十五，运处界所不摄，何以言一时？啊，这个是外道说的。那他所以他这里就回答，就是因为这样，那么运处界哪里会摄啊？那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再把这个稍微讲一下，解释这个实在是，哎呀，全掉下来。好。佛法中在讲法，一切法。佛法中讲一切法，基本上就是有为法、无为法而已啊。佛法中讲法啊，那么偏向于讲有为法啊，一切法偏向于讲有为法。但是基本上就是分两个，有为法、无为法，或是有漏法、无漏法啊。那主要啊是有为法、无为法，但是偏向于讲有为法。那有为法里面啊，基本上啊就是运处界。这里叫做因迟入啊，啊，有时候翻因迟入。好，那么基本上是以12处，内六处、外六处，内跟外。那内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那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个是色法，这个是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的色法，啊，这个是色法，啊，那这个是地水火风空识，啊，这个是色法。好，那你说？运处界没有一没有死啊，啊没有啊，运处界所不摄啊，啊是讲这个啦，啊那所以他会说，那你为什么讲一死呢？你们讲的运处界里面一切法里面又没有一跟死，你为什么又讲一死佛在十二果？啊那你为什么讲一死？啊那所以他就跟你讲，那一也不是实在的死，那这些都不，所以才会运处界不摄这个东西啊，啊就是。没有把这个纳入所谓的实法里面，后来他甚至讲所谓的合理长短，啊，也是这个概念，这个是概念，是假名的东西，啊。当然后来部派啊，当然这个后来部派就把有这些东西也变成五味七十五法，一一法是实有的，就是他那个极为也是实有的。部派后来也这么讲啊，啊，但是如果他这里讲运处界所不摄，就是因迟入所不摄，指的就是这个，那没有一跟十那。其他的有，其他的外道有，六派止水里面很多都有讲哦，啊，讲像那个圣论十方我意啊，那个一也是实有的，但是那个是属于有的性质，也是实有的，啊，所以他但是从佛法来讲，这些都不是实有的，啊，那么如果真正要来讲，只有无为法才是啊，有为法都不是啊，啊，世间上一切生灭的有为法都不是，但是像圣论讲生灭的有为法里面有这个实质的。有这个实有的这个性质存在，啊，是这样的。好，所以他这里才会讲，那么既然都不可得，都不存在，不实在，啊，所以他是在破那个自性有、自相有，啊，那哪里会运处界有色啊？会，就是会归纳在里面了，啊，就不摄入里面了，啊，所以叫做运处界所不摄嘛。因为他什么？因为他非色非心的，要不是色法，就是心法。啊，它又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啊，基本上是这样的 啊。说随但佛弟子随世俗的语言，名为一心实不着啊。他讲一，他并不是真的说有一个一啊，有一个一没有啊。知术法啊，这个是术法，是名字有啊，但有名字不是事实啊，是名字有而已。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所以佛法中说一人一师一死，它并不多邪见。邪见就是什么？一是实有啊，是讲这样子的啊。略说一见，好啊，一个一要讲这么久啊，实在也很辛苦啊。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看啊，一时的时啊，时者今当说。问曰：天竺说时名有两种，一名迦罗，二名三摩耶。好，那这一段基本上不是原文，是加注的啊。那这种加注的现象在道安的时候就有了啊，就是在晋朝的时候就有，前面会加个秦言、晋言啊。那大智度论就是大概在那个时代嘛，鸠摩罗什那个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啊，就是前面这一段它是加注的。啊，加注，他在解释，啊，所以他会讲秦言、晋言、秦言啊，在邀请的时候或是晋的时候啊，他是在说什么啊？那这里讲天竺言啊，他一样，他讲天竺言就是印度人，因为他怕我们看不懂啊，所以在这一段天竺言一直到后面啊，他说天啊，我们看一下好了。他说：“天竺言啊，就是印度人当时的印说，天竺说啊时啊，印度人讲时间有两种啊，就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两种，迦罗跟三摩耶啊。那这个是这一段是加注的啊。那原文就是啊，这个直接问啊，那么就是说佛何以不言迦罗而言三摩耶？就佛为什么？”时间的一时的时不用啊，他现在在讲两个啊，现在讲一时，佛在舍卫国啊，如是我闻一时。那这个时他用的是迦罗啊，那卡拉啊，他用的是这个迦罗，但是他没有用三摩耶，但是他用非时时的时候，时时非时时，他用的又是三摩耶，所以他这里后面就会讲到。那你说，那你后面为什么你非时时啊？看我们看三十七页这里，啊，如果是这样啊，他解释了很多。那跟他讲，那如果是这样，那非时时啊，那时时非时时时要，那为什么又不用三摩耶，又用迦罗啊？所以他在讲这个问题。那所以他前面要做个注解，那么是因为天竺人说时有这些两种啊，有时候用迦罗，有时候用三摩耶。其实如果仔细研究起来，还不止这两种。啊，因为它有很多种代名词嘛，啊，但主要是这两种啊，啊，好，那这两种的差别，我们先讲啊，在确定的时间啊，其实它有很多种用法，但是大概是这样，确定的时间它就是用迦罗，啊，那么啊不是，确定的时间是用迦罗的，然后适合的时间就用三摩耶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迦罗通常用实在的时候，实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啊，都是用这个，所以后面才会解释那为什么不用这个，因为会让人家误会时间是实有的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两个大概就是确定的时间啊，就是他会用迦罗，然后是，所以他时时非时时啊，这是印度的用法了啊。那他这里就是做一个解释，前面先做解释了。好，所以他说天竺说时这个名词。啊，那么有两种，一个叫做迦罗，一个三摩耶。那么后面才是他真正的问题。他问曰：佛何以不言迦罗而言三摩耶？啊，其实这样啊，不然哪有可能啊？那印度人的这个龙树写这个著作还讲天竺时名有两种啊，应该不会这么说了。好，那么所以他说除邪见故说三摩耶啊，那么不言迦罗。啊，因为你讲迦罗会让人家误会，这个时是实有的，因为迦罗基本上是代表实有啊。那他我们先看啊，他说若言迦罗句意有余，他先讲第一点，他说如果我讲迦罗啊，他把很多种可能性都讲出来了啊。那么如果我说迦罗，那么你也会怀疑啊，那你会说什么？句意有余就是说好，那现在我不讲迦罗了，我不用迦罗，我不用这个时。啊，我用这个三摩耶，一时用三摩耶，你也问啊，为什么要用三摩耶不用迦罗？啊，不是啊，他是用三摩耶，他是用迦罗对，啊一时，啊不是，他是用三摩耶，他是用三摩耶一时的时，啊是用三摩耶，啊应该是这样，一时的时，是这样，写错了。
一时的时是一时的时是三摩耶。啊，刚才写错，迦罗的这个时时非时时。用的是迦罗啊，然后他现在在问，那你为什么要用三摩耶不用迦罗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他说佛何以不言迦罗而言三摩耶？就是他一时的时用的是三摩耶啊。然后他第一个问题回答先说啊，如果我用迦罗，好了啊，他说今天我用三摩耶。你说为什么不用迦罗？好，那我把它改过来用迦罗。你又会问，那为什么用迦罗不用三摩耶？啊，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一个回答，啊，然后所以他说句意有疑啊。那你既然要这，你如果这种回答，我是换过来，那我选你，那你说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他？那我现在不选你了，我选他了。你又要问，那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那还不是一样啊？那所以第一个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啊，第二个轻易说故，啊，他又问，那如果简单讲，轻易说故，因言迦罗，迦罗两字，三摩耶三字，啊，这个是两字三字是中国人的话了，啊，他应该是两个音三个音呐，啊，卡拉三玛亚嘛，哈，啊，他就是三个音跟两个音呐，那翻过来我们这里面就两个字三个字嘛，啊，那印度哪有这种？印度就是一个字，印度迦罗跟三摩耶都是一个字。啊，基本上是这样，就好像啊，我们翻过来苹果 Apple， 啊，它是一个字，它美国人是一个字，我们翻过来是两个字，啊，那书本啊不可，啊，它这是两个字，但是它就是一个字，它应该如果印度的话就是两个音三个音啊，但是翻回来，我们的意思就是两个字三个字啊，啊，那所以不然你说那这个印度就一个字而已啊，它其实就是两个音三个音啊。那重语难固，那你要讲的比较多嘛，讲三个音，讲两个音，那当然两个音简单了，你为什么不用简单的就好，啊，用迦罗就好，啊，你一时要用三摩耶啊，那这个是他的第二个问题。那他的回答就是除邪见故，啊，除邪见故说三摩耶不言迦罗，那为什么呢？因为外道在用实有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用的都是用迦罗。就是外道在用实有这个概念的时候，用的都是迦罗，啊，那为了，所以它叫做除邪见，不要让你误会啊。那么这个实是实有的，所以它不用迦罗。当然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了。这个是龙树的解释啊。那么当时这些结集的人是谁？大迦舍为主的这些阿罗汉。那阿罗汉到底为什么要用一时？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确定的时间呐。而且印度人不太重时间观念，就是这个时间的观念不太重视啊。佛教徒里面很多，就是很多的历史都不，就是说印度的很多历史都不太清楚，他不太重视，不太重视时间的观念，不是像中国啊，那么都有一个史观，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就皇帝做了什么事，社会发生了什么事，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啊，一个一个都要记录下来啊，印度没有啊，那这个是他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不简单讲啊？就迦罗就好，为什么要讲三摩耶三个音啊？那么这个因为外道有很多，包括正理，包括圣论，包括后来有部都认为时间，有一些部派都认为时间是实有的，那时间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现在的科学比较重视时间是虚幻的，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啊，就比较偏向啊，没有真正的有时间这样的死法，没有啊。那所以现在的科学了啊，就是时间并不能为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啊一个存在的东西啊，并不是的。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除邪见故啊，就是不要让你执为实有啊。那么所以。除邪见故说三摩耶不言迦罗，好，他就开始问了。有人言啊，这个就是这个外道的说法啊。那《楞严经》里面列了二十种外道，第十七种就是以时间为实有的，叫做实论师啊，实论师啊。
那么他这里这么讲，一切天地好丑皆以时为因啊，就这里，等一下后面有讲啊，时来众生手，时是这出去啊，我们先讲应如时间时经啊，讲时间的这部经啊，好，那么在外道里面也有都引用到啊，这大致里面也引用到。那他说时经里面这么说，时来众生手啊，时至则催促啊，那时能觉悟人啊，这觉悟人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是故时为因啊，主要是这个啊。那后面世界如车轮，时变如转轮，人力如车轮，或上而或下。好，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一切世间的变化都是以时间为因啊，但另外两个就是一切世间的变化虽然不是时间所造作的，就是以时为因，就是时间所造作的，就是时间让它变成这样的，时这个法让它变成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虽然不是时让它变成这样的，不是时造作的，但是时间是时有的，就这两个。那时间造作这个东西，那么时间是时有的，一切都是时间造作，就像一切是上帝创造的一样啊。那上帝不能没有啊，啊，那么不然怎么创造这一切？好，那时间不能没有，不然不能创造这世间的一切。第二种就是时间虽然这些不是时间创造的，但是时间是实有的，因为这些一切所有的都在时间里面产生变化，所以时间也有，时间不能没有，不然它怎么变化？啊，就这两个问题。啊，就这两个问题。好，那他这两个问题一来说啊，他一个就是啊，我们说时来以时为因，都是时间创造的。好，那么这里就是啊，我们说提婆啊，那么解释《楞伽经》里面啊，那就说何等外道说诸物皆是时作，时间所创作。我们说这两个问题吧，一个就是这一切都是时间所造作的，时间创造的啊，那么时间是主要的。第二种就是不是时间所创造，但是时间是存在的，在时间里面产生变化。好，所以他这里讲，如果是时论师，就是一切都是时所造作、所创作、创造的，啊，他所创造的。所以他说时作一切物，创作一切物，那么又毁灭一切物，散一切物，啊，生成一切物，毁灭一切物，啊，一切物因时而生，一切物因时而成熟，一切物因时而灭，就生住灭。有为法三相啊，生住灭，生住灭都是因为时，时生时住时灭啊。那么时不可过，没有人能超过超越，没有人能超越这个时间啊。那么一定都要在时间里面生住灭啊，没有人能够超越，不受时间的。不受时间的控制，没有人啊。那当然涅槃就没有这种观念了啊，但这种是外道的有一个观念认为是这样的。是故时论师说时是常生一切物，名涅槃因啊。好，那这里啊，那么根据梵文的解释啊，他是这么解释的，时能使一切存在啊。那么这里主要是讲人啊，讲人啊，那么所以时间使一切人成熟啊，在这里讲的嘛啊，成熟啊，那么时间也毁灭一切的人，一切的众生啊，使一切众生，时间使一切众生都成熟。那么也可以讲，前面可以讲时间使一切众生都出现出生，使一切众生成熟，使一切众生毁灭啊，就这里我们要对照那边看了啊，这个是透过那个范文翻译回来的啊，但是翻译的人可能我们，因为他如果只是照字面上翻，很容易就翻成这样子了，啊，就是好像看得懂，又好像看不懂这样，啊，那我们来对照看就比较容易知道，啊，那么时间，你看他说时间于人们沉睡时是觉醒的，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他讲什么，那么可以知道啊，这里在对峙时能觉悟人，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啊，那么人即使在睡觉，啊，这时间不能超越，就讲这个嘛，时不可过嘛。啊，那这里基本上都是讲时间，啊，那生一切物啊，那么它主要时能觉悟人，并不是让人家觉悟啊，不是，而是我们睡觉，时间并没有停止运作
因为它是长存的，即使我们睡着了，时间都没有停止。那所以我们时间到啊，时间到出生，时间到成熟，时间到死亡，时间到睡觉，时间到醒起来，睡醒啊。所以这个觉悟是醒起来，觉醒啊，是觉悟，并不是使人觉悟，并不是说可以让人解脱啊，不是，而是说它可以让睡觉的人醒起来，也可以让醒着的人在睡着。睡跟觉，睡跟觉其实本来是两个，本来是两个啊。睡，那我后来我们就变成睡觉就是睡着，不是，睡着了要能够醒起来才叫做睡觉啊，我们叫做觉，其实就是觉，睡觉。如果睡了不再觉，那个就是死了啊。那所以睡觉就是一种行为啊，就是表示你现在是休息的状态。那等一下时间到，你又会醒起来。时间到你没有觉，没有醒起来，就表示什么？你是死了，你不是睡了啊。基本上，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就是啊，睡觉睡觉，就变成那、啊、这个念后来改音啊，睡觉睡觉啊。好，所以他这里是时间让人睡，时间让人醒啊。让人能够从睡着再醒起来，那么这个都是时间，这个都是时间所形成的。好，我们再来看，所以他说世界如车轮啊，那就是不断在变化了，生住灭，生住灭嘛，时变如转轮啊，生就是刚才讲的生住灭啊，生住灭。那人亦如车轮，或上或下。世界如转轮啊，那么比如说啊，生时间到，生住意灭，就这样啊啊。那世界如转轮，那世界一切在变化，花草树木都一样啊。等一下会讲花啊，种子啊，开花结果，成熟掉落啊，那么成熟掉落，然后灭亡，然后掉落，成熟，熟落，啊，然后又没有，啊，又出生，就这样，啊，循环。那么一切世间都是这样，都在。如果世界的话，就是成住坏空。如果人的话，如果众生的话，啊，就是生老病死。挖果啊，一样啊。那如果人的话啦，众生啊，众生是生老病死。如果国土世间的话，五蕴世间生老病死，国土世间是成住坏空啊。那么他就是这样转，这样转啊，成住坏空啊，成世界是成住坏空啊，坏空啊。那么人啊，所以他这里讲人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他说：“世界如车轮，啊，一直转一转，时变如转轮，啊，那么时间到了，他就这样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啊，你把那个时间啊，就变成一个轮子就好了，啊，一分一分的转，一分一分的转，一转就是转，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说，这个人亦如车轮，啊，人是在这个众生啊，也像车轮一样，啊，或上而或下，啊。”上下啊，就是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就这样啊，或上或下，或上或下。那如果你要把它讲成六道轮回，那也可以啊啊。但是它基本上不是在讲六道轮回上下啊，而是时间到了，它就生老病死，上下啊，往下，那往上啊，就这样，不断在转，不断在转啊啊。好，所以他这里说。这个更有人言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啦，就是时间不是创造这一切的，就是都是时间所创造的。但是时间，他说虽然天地好丑一切物啊，就是这个生成生根坏啊，生根那成根坏，好丑基本上是成根坏啊，啊是世界的这个成坏成住坏空啊，人的生老病死啊，这一切都不是啊。时间所创作的，但是时间是不变的，啊，都在时间里面，那么所以时间是实有的，啊，
就是我们有两种概念嘛。我们这个三度空间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时间，都是因为时间而有变化，那都在这个空间里面产生变化，啊，所以叫做时空，时空嘛，啊，所以这两个很容易变成是实有的，时间是实有的，空间是实有的，啊，因为我们不断在时间里面变化，在空间里面，在空间里面变化，在时间里面变化，啊，那么时法系故，啊，时间这个法，这个时法，它是时，啊，我们说时。是这样啊，因为音一样啊，所以有时候会时法，时间这个法是时法，实在的法啊，非常的维系难见啊，就维系。维系难见啊，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见到时间啊，所以时间到底是什么啊？那有两种现象，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没有人能够解释。第一个就是时间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哦，时间看现在几点啊，啊，中原标准时间啊，那么第一个是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一讲现在几点啊？你就知道啊，时间是什么？你都知道，但是你叫你解释，你解释不出来，时间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心是什么？啊，你也知道，啊，但是因为我就有心啊，啊，心就是啊，你在想一些什么事情，那都是你的心啊。世间会变化，都是因为时间；人会变化，都是因为心。但是时间是什么？心是什么？你真的要解释，解释不出来。看又看不见，但实际上又感觉到它就存在，啊，就这样，就这两个。他说好像我是什么也一样。你说我没有怀疑啊，我就是我。他说我到底是什么？你又真的要解释，又要解释很久了，啊，心啊，那是我都是以心为主的嘛，啊，那其实是这样啊，就时间跟心这两个概念呢，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但是都没有人能够解释。就又看不到，那又感觉得到，看不到，但感觉得到，那又不详细，详细又说不清楚，啊，那大概是这样。好，我们但是时间很容易被这个大家认为是实有的，啊，好，所以他说，然时是不变因，啊，是实有，实法系故，不可见，不可知，以花果等果故。可知有时，好，那这个翻译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后面三十，这里是三十六页，看三十七页。三十七页好，三十七页第几行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到有三个答约有没有？最后一个第三个答约，第三个答约啊，后面。以是故，实法无始，云何能生天地好丑及花果等诸物？好，那这个翻译就比较明确了，啊，所以它就是天地好丑及一切啊，以花果等诸物啊，其实是这样。所以这个果是形容花果等，这个是诸物花果等果故啊，其实这样。这样翻会有一点，那花果等果故是什么？花果等诸物，啊，其实看后面的翻译就知道了，啊，就用后面的翻译来说前面的翻译，这个翻的不是那么好啊。那么因为它就是花果等，那么花果等，那么果花果等这一些啊，花啊等，那么这一些东西，那他就把花果等果故啊，那其实就是。啊，我们看后面的就知道啊。那么以花果等啊，那么诸物可知有时间啊。为什么说用花果就知道有时间呢？啊，那现在就来讲这个道理。往年去年啊，久近此极啊，就是所以它有所谓的变化嘛啊。那么往年过去是花，
现在是果啊，就往年开花，今年结果啊，说往年出生，今年长大啊，那往年生病，今年死亡啊，反正就很多了，这种种种种啊。那么久近迟疾啊，那么三个月、一个月啊，快跟慢啊，那这些变化啊，有快有慢啊，有久有近啊。那就时间上来讲啊，时间比较久啊，这个结果要三年，而且像大象怀孕要两年才出生，人怀孕要十个月，那有些动物啊要一个月啊，反正就不一定了啊。久近迟疾啊，你看到啊不一样啊。那么见此相虽不见时，这你没有看到时间的时间在哪里？时间不是时钟呢，时钟可以看得到啊，啊，时钟可以看得到，但时间看不到啊，啊。那你说现在时间是几点？哦，啊，你就看得到了，不是你看的是时钟，啊，每一个人规定的不太一样，啊，那现在是世界有统一的，那以前就没有的啊，那一天几个小时哪里有一定，啊，如果在印度一天是六个小时，六十嘛，啊，日三十，夜三十，以前印度一天是六个小时，日三十，夜三十，中国是12个小时，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那现在是子时，现在是午时啊。那现在统一规定一天是24个小时，所以在那还没统一规定的时候啊，就好像啊，这个美国的钱一块能够买多少面包，我们的钱一块买多少面包啊？那其他地方的钱一个，这是不一定的，价值不一样啊。那所以这个是被规定的。我们说哦，现在就几点？那以前就也很难讲，那时间到底是什么啊？啊，所以以前的人是差一个，透过几个啦，一个就是透过太阳啊、月亮啊啊来定这个时间。以前因为是差一个，那一天里面差一根棍子，太阳啊照着时间啊，然后这个影子从这边移到那一边啊，那这样啊，又一日太阳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这样算一天昼跟夜，那月亮绕着地球这样算一个月，啊，那太阳绕地球算一年，啊，就这样来算的，啊，那所以十方世界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啊，好，那时间到底是什么？啊，他说，因为虽不见时，可知有时，何以故？见果知有因故，啊，这个果，那有因，因为什么？因为它果是什么？果就是它时间不断在变化。啊，我们看不到时间，但是看到这些变化，那这些变化就是时间有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啊，所以已经看到的变化就比较是什么让它变化的？时间让它变化的啊，啊，所以说从果知有因故，所以以是故知有时法，已经变化的那个是果，那么什么让它变化？时间让它变化，让它变化的是因，因为这个时间，所以。这个事物有变化，所以开花到结果。那么事物的变化是果，那么能够变化的是因，时间让它变化。所以从果知因啊，他是这么说的啦。见果知有因故，以是故一定有时法，有时间这个实在的法啊，时法不坏故啊，因为所以它实在嘛，那它变化了，那就不会变化了啊。那么如果时间会变化不实在，那么就是。有一些花会变化，有一些花不会变化。时间在这里产生作用，不在那里产生作用啊，那就惨了啊！有些人会死，有些人不死啊，那就是他不变化啊。那白天的时候变化，晚上的时候不变化啊，那这白天就不会变晚上了啊，晚上就不会变白天了啊。就是说它不坏故啊，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了，也没办法破坏啊，所以它是持有的，是长的啊。这个是外道说的啊，就是。他举了两种外道的说法，一种就是时间创造一切，一种就是时间没有创造一切，但是一切都在时间中变化，在这样时法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但这两种时间都是实有的啊。好，那龙树怎么回答呢？好，他说：如泥丸是现在时，土尘是过去时，瓶是未来时。好，现在又讲到瓶了。啊，那这个也是因为也是这个百论里面的啊，就是破十品，前面是破一亿啊，那这个是破十，时间是实有的。好，那么时间在申论里面是实有九十法里面的九种十法里面，地水火风空
十方我意，时间跟空间啊，时间跟这个方位啊，这个空间其实都是实有的。那么一实有的是属性啊，那又不一样，它是九十法里面的十法啊，圣论也是。但是把时间当作实有的，其实是很多都这么说了，很多都这么说。那么他说，如泥丸是现在时，土尘是过去时，那么瓶是未来时。好，那他现在泥丸、土尘、瓶，好，这三个。泥丸、土尘啊，就沙了，沙土、土沙、沙土啊。那我们要做泥丸，要先去采沙土，然后混水啊，混水，然后混了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再做这个要混水的，然后再烧这个要混水啊，或混一些什么材质。然后那烧制要经过火烧制，就变成瓶啊，变成一个瓶啊。那这是三个过程。那这个是过去，这个是现在，这个是未来啊。这瓶还没形成啊，然后它这个是沙土啊，采沙土要集这个沙土，集土啊，集这个土，然后有土层啊，那现在是泥丸啊。那泥丸针对泥丸怎么来的？从沙来的，从沙土来的，采集沙土来的啊。要很多，你要看做多大的花瓶啊，你就要有多大的碗啊，多大的沙土啊啊。那么混水之后变成泥丸，泥丸在烧制之后啊，然后就变成瓶啊。好，那从这个来讲，现在从这个地方来讲，过去、现在、未来。好，那我们看，他说泥丸是现在，土尘是过去，瓶是未来。那么实相常故，过去时不做未来，未来时，如经书法，实是一物啊，就是你所说的实，它是一个实法，实法就是一个实在存在的东西。那么以是故，过去不做未来事，过去事不做未来事，亦不做现在事，杂过故啊。那么现在先讲这个啊，就是说，因为它的实相是长，很长的。那么既然是很长的，过去时就是过去时，现在时就是现在时，未来时就是未来时啊。现在问题在这里哦啊，就时间。时间既然是长，长就是什么？长就是恒长不变化，叫做恒长不变啊。恒长不变才是长啊。长的定义就是恒长不变独一啊。那么我们常常讲自性，自性是实有啊，就是长，它基本上是这样，主要的两个概念，恒长不变，独一，它是独自存在的，本有的，独一本有，本来就存在。那么一，它是独一的，而且它是本有，本来就存在的。啊，我们可以三个概念好了。啊，它是自己就这样的。啊，自性成。啊，自成，自己就是这样的。啊，一般叫做性自成的，性是自成的。它是独一的啊，应该是这里的性是自成的，而且它是自己一个的独一的啊，本有跟独一就是它是本来就存在，而且自己就这样的，不非合合的，非因他，非合合的，然后非变化的。好，它是这样的概念。那么你时间既然是长的，那么它就是这一些的。好，那你说过去、现在，时间又分过去、现在、未来，而且都是实有。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那就矛盾啊。那么你到底是一个实有还是三个实有？如果是一个实有，
如果是现在时有，那么它就过去就不是啊，未来就不是啊，啊就讲到这个了啊。那么你过去、现在时有，又是过去时有，又是如果时间是现在时有，它就不是过现在时，不做未来过去时。现在时啊，不做过去时。啊，它的原文我看一下。所以他说，实相常故，啊，那么泥丸是现在时，土尘是过去时，瓶是未来时。好，那么实相常故，过去时不做未来时，因为它是常啊，所以你过去时怎么又做未来时？啊，现在时不做过去时，过去时不做未来时，因为常啊，常就不变啊。那你现在变化了，它就不叫做常啊，有变化的不叫做常啊。所以他说，过去时不做未来时。过去时就是过去时，因为长，如果长的话，过去时就是过去时，啊，长的话，若是长了，若是长，长就是不变。那么不变，过去时即是过去时，过去时，那么就是过去时，他们就不做未来，不做现在时。因为过去就变成现在，又变成未来，啊，所以不做未来时，可以说不做现在，不做未来。因为如果过去做了现在未来，那过去就变化了啊，就改变了啊，这个就有变啊。但是常是不变的啊，那你过去时又变成现在时，又变成未来时，那么它就改变了啊。那就你就不能讲时是常啊，好，所以他说这个如经书法时是一物，以是故过去不做未来事，过去就不做未来，亦不做现在，那你也不可以做现在，不可以做未来，因为你过去变成现在，那就是有变了啊，你这个变成这个，那就是变了啊，那这个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啊，那你又说死法就是常啊，啊，就前面讲的嘛，死法不坏故，它不能被破坏啊。那你现在已经被破坏了啊，啊，所以说，亦过去不做未来，亦不做现在。那反过来说，未来亦不做过去，不做现在，现在亦不做过去，不做未来啊，就这样啊，就过去，你有三个，那它是不等于的啊，不相等的啊。如果这个又是这个，这个又是这个，那它就有变化，这个就是变化，这个就是变化。那有变化的不能叫做常啊，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说这个杂过故，啊，杂过就是什么？那么你就既是过去，又是现在，又是未来。那到底时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如果时是时有，时有时是时有，时有的恒常不变是时有的。那时有它就是这样啊，恒常不变，本有独一的，啊，那么它既是过去，又是现在，又是未来。那杂，啊，就是它既是过去，时是时有，那既是过去，又是现在，又是未来。那它到底是时有还是不是？那么时有就是不变化的啊，那哪里有，它就是独一的啊，它就是独一的，不变化的，过去就过去，现在就现在，未来就未来啊。那既是过去，又是现在，又变未来，那这样的话杂过啊，那就是这个叫杂过。那么过去事中亦无未来事，以是故无未来事，现在事也是这样。那么过去事是死，那过去事就是过去事啊，那哪里会有未来事啊？那么所以那么就不可能有未来事啊啊。那么现在事也是这样，那现在事就现在事啊，哪里还有未来事啊？过去不会变成现在未来，现在也不会变成未来，为什么啊？这个是实法的啊，你不会变成我，就有三个人。假设了啊，我们把它讲甲乙丙好了，甲乙丙啊，像前面的 A、B、C 也一样。那么乙是实在的，甲也是实在一个人，丙也是实在一个人啊。那么甲乙丙怎么可能变成是甲变成乙，乙变成丙？那比如说好，我们说小时候啊，少年、青年啊、老年啊，假设这样啊。啊，那么如果他是实在的，那少年就少年啊。那你说，那么如果从少年变成青年，青年又变成老年，
那么你说同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不是实在的。如果实在的，他就不会变化，他就是因缘和合的嘛。他因缘和合，他才产生变化啊。这五蕴是和合的嘛，他是和合的，他不是独一的，不是本有的，那么他才会变化，因为他靠因缘生因缘灭嘛。所以佛法是这样讲的，因缘生因缘灭。那你现在实有的，他就是本有的，不会因为他而改变，那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和合的。和合的他不是，就好像瓶是土和合的，但是它就不是实有，它可以被破坏的，啊！但是实有的是不能被破坏的。但是现在你讲时间是实有的，它不可被破坏，也不能被改变的。但现在你又说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都是时间，都是实有，那到底是几个实有啊？啊！那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实有吗？那不可能啊！啊！所以就变成杂过故，有就是有杂的过失啊！啊！杂失。就是这个时现在又砸着过去未来，未来又砸着过去现在，现在又砸过去未来，过去又砸现在未来啊，就变成那这个时法是有过失啊，所以啊，以是故无未来是，现在是也是这样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是实有的。好，那么再往底下看。问曰：奴受过去土尘时，若有过去时，必应有未来时。以是故，时有时法啊。他又问了、啊，他说：泥丸过去是土尘啊，就是说现在是泥丸，过去是土尘。那么有过去时，必应有未来时啊。那么很明显的，那么泥丸不是一开始是泥丸，是你把很多沙土，那么用水混合做了。就变成泥丸，啊，那么所以泥丸一定是有过去的吧？泥丸不是一开始是泥丸的啊，它有过去的时候啊，所以有过去，过去一定有的啊，未来还没看到，但是也必应有未来，啊，所以时有时法，这个时法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我都不晓得他们在辩论些什么了啊，就是说这样的辩论听起来，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即使就是说有时有这个概念了。有时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比较少讨论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看到会不晓得这个到底有什么好辩论的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奴不闻我先说啊，我之前不是讲过了吗？未来是瓶，过去是土尘，未来是不做过去事，前面刚才就跟你讲了 啊。那么现在是泥丸啊，就是前面有一个现在是泥丸，那未来是瓶，还没烧成吗？那么瓶之前。瓶，未来这个泥丸会烧成瓶，但不一定会成为瓶。但是这个一定是过去从泥土采集混合制成的这个泥丸。那未来世如果是这样，未来世就不做过去世，因为未来世是实有，过去世也是实有，现在世也是实有，都是实有的。那未来世怎么会做过去世呢？啊，那如果是未来世做过去世，那么堕未来世相中是未来世相。如果你说你现在这个泥丸变成未来花瓶，那么现在这个是实有的，那么你如果变成未来，那就不叫做未来啦，都堕未来世相。为什么？那你就叫你现在都是实有的，那么你做过去世就变成过去世相，做未来世就变成未来世相啊。那么所以你现在你，它因为现在是连接着过去跟未来嘛，这三个都是实有啊，实是实有的。那么实又做过未来，那么它就在未来就未来啦，怎么可以讲现在呢？那么你又做过去，那过去就过去啊，怎么可以讲现在呢？啊，其实它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不做过去事啊，那么因为未来是不做过去事，堕未来世中。是未来世相时，云何名过去？如果它是未来世，未来世我们要讲未来世是一个实法啊。那么它如果是未来世，它就是未来世啊。你又怎么样会有过去世呢？它就不叫做过去。如果未来就是未来，那不叫做过去啊。所以云何名过去时？以是故，过去时亦无啊。因为他在讲瓶未来，那瓶是未来的，现在是泥丸，那么。因为他在证明有未来，
未来还没到嘛，未来是看不到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现在的问题在啊，就是这个现在的时间平，这个是未来，现在是看得到的，现在是唯一看得到的啊，现在是我们唯一可以感受到的啊。那么但是由现在知道有过去，由现在知有过去，由知有过去就知道有未来，推论知有未来啊，现在是这样，知有未来，所以由现在知有过去，由知有过去知有未来。为什么？从过去讲，这个现在是未来啊。如果由过去讲，那么现在就是未来啊。现在未来啊，其实是这样的，它是由现在，因为现在是唯一可以知道的嘛。现在有时间，你看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那么，所以由现在知有过去。那么过去既然可以到现在，就好像现在可以到未来一样啊，因为现在在过去来讲就是未来，所以它由现在推知有过去，那么由过去到现在又知道从现在可以到未来，因为那现在到未来，未来就是现在，未来就是现在啊，未来就是现在，然后这个现在就是过去啊，那就变成这样。所以他从这里推论啊，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而且都是实有的。那榕树是跟他讲啊，那么这个过去如果是有未，如果是过现在就是现在，它不能叫过去啊啊。那么如果现在不叫，因为过去就是过去相了嘛，那未来也是一样啊。那如果在未来，那未来就是未来啦。那你怎么？因为它都问题是它都是实有。那么未来实有，那未来就在未来相中啊，它也不做现在相，也不做过去相啊。那因为未来。未来如果未来是实有的，那么它就是未来啊，那怎么还会变成怎么还会变成现在呢？那也不可能成为过去，那未来不能成为现在，那么一样，那么过去也不能成为过去啊，其实是这样。好，所以他这里说到亦不作现，他这里说到啊，所以未来是平，过去是土存，未来是不做过去事，啊，堕未来是相，堕未来是相中是未来是相实，啊，如果说那你未来是实有的，未来是实有的，那么它就是未来是才有的啊，那么你为什么又名过去时啊？所以过去时亦无啊，它是从有过去证明有未来，那榕树是反过来跟他讲。啊，那么由未来不是现在，啊，那么也证明现在不是过去，啊，那么所以过去式也没有，啊，那未来式既然没有，未来式既然没有，那么过去式也就没有，因为过去式就过去，未来式就未来式啊，怎么还会有现在还有过去？那他是用过去式既然有，那所以未来式也一定有，你知道他的逻辑吗？就是说。外道是用说由现在来证知有过去，由过去有过去来证知有未来，那么榕树是由现在来证知没有未来，啊，因为现在就现在，未来那如果有未来，如果有未来，未来就是未来，它就不会是现在跟过去。那既然没有，那么既然没有未来，所以也没有过去，啊，那未来就未来了嘛，那未来都还没来啊，啊，那后面还会讲，啊，何以无时？必应有时。他就问。怎么会没有时间呢？没有时间这个时法呢？实在的时间呢？那必应该要有啊，而且一定要有。现在你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我说的是现在有现在相，过去有过去相，未来有未来相，这三个啊，这三个是不混杂的啊。那他就回答他说：假设一切三世时有自相。应尽是现在是无过去未来时，啊，很简单嘛，只有现在看得到，啊。他说有过去、现在、未来。好，我们再来把这个，啊，现在、过去。
未来。他说时间是有，而且是三个都有。好，那么假设都有，那不应该啊，啊，那么应该全部是现在，没有过去跟未来，因为过去到现在还是现在，现在到未来，这个现在到未来的时候，未来也叫现在。比如说一年前我们叫过去，一年后，一年后我们叫未来，哈，比如说啊，比如说，比如说今天五号，假设了哈，那四号、六号，啊，那么我们面做对过去，四号叫做过去，那今天五号，假设了今天五号，明天到了明天又变成今天了，那六号就是今天了，一直都是今天了，明天一直都没有来，过去也没有，就是一直都是今天，那么只有今天，只有今天，明天。是假说的，那么前天、昨天也是假说的，啊，那么如果照理来讲，那么只有今天而已，啊，只有现在啊，啊，因为未来未来来的时候，它就叫现在，啊，那所以这里是在说，他说这个若令一切三世实，它是三世哦，过去、现在、未来都实有哦。那么假设是实有，那应该是都是现在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为什么啊？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来。若今若现在有，未来时不明未来。如果未来现在就存在，它不叫做未来，因为实有是现实存在的，实有是现实存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存在，啊，都存在。那么都存在的话，那么未来怎么会叫未来呢？未来就叫现在啊，因为现在是存在的啊，啊，所以假设啊，现在有未来，现在有未来，未来过去现在都存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它就不叫做未来，为什么？未来是还没来，可是它已经存在了，怎么能够叫还没来？它已经存在在这个，它是实有的，已经存在的，你怎么能够叫它未来？不明未来嘛，应当明现在，哎，有道理啊。我们不要把时间当作时间了，把它当作一个东西啊，啊，那么未来它叫做未来，就是它还没来，它还没存在，它还不曾存在，它未来会存在。可是你的实是实法，它已经存在。那已经存在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跟他讲还没来呢？还不存在呢？知道在讲的啊，这个逻辑啊，所以他应该讲现在，现在有，现在存在。它已经存在，现在是已经存在，把这个讲完就好。过去是已经消失，已消失，已消失，啊，曾经存在，曾存在，但是已经消失，不再存在，不再存在又不是实有的。过去存在，但是现在不再存在了。现在是现在存在，它是存在的。未来是还没存在，尚未存在，就不是尚未存在，它都没有存在，它就不是实有的。那你说未来是是实有的，你说这个都是实有。这个都是实有，这个也是实有，这个也是实有，好，都是实有的。那么假设都是实有的，未来的意思就是还没来啊，还没不曾存在，还不曾存在啊，他们尚未存在的东西啊。那实有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实有是已经存有的，而且不会变化的，实有是已经存在，而且一直存在的东西。那你未来就是还没存在，叫做未来嘛？那如果未来是已经存在，它就不叫做未来，它应该叫做现在啊！啊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他这里讲这个一切三，若令一切三世实都有自相，都是有自性啊，那么应该尽是现在是啊，没有过去未来。啊，如果现在有未来时，那么就不能叫未来，应该叫什么？叫现在。那过去也一样啊。以是故，是与不然。你这样说其实不对，
这很明显啊，有矛盾啊，有矛盾啊，这不合逻辑嘛。好，因为时间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讲这个实在是很费力气了哈，逻辑的东西。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